多的这个奖助学金，让其他的学生都有这个就学就读的一个机会啊。我们也是在整个的松山慈惠堂的这个偶发事件临时的一个急难救助当中，一年也核发的对象非常的多啊，这个都是大家的一点一滴的一个绵薄之力，让我们集众人的大权涌泉之处，让我们松山慈惠堂的郭堂主他的信念，那也就是母娘他的信念，他要我们以教授为重，以教育为重，让我们慈悲为怀，所以谢谢大家来拜母娘，因为你拜母娘，我们就知道母娘是上帝，母娘是希望我们能够有所思源，所以呢，来谢谢所有多年来护持松山慈惠堂的所有的朋友信众们，再度的感恩你们。假若大家还没有点光明灯安太岁，那我们的大殿我们的办公室都有我们的师兄姐在服务着你们。在我们的左右两旁有这个采过我们的七星桥跟嫩狗他。也拜托大家你来沾沾福气，沾沾平安，沾沾健康，踩着